接下来是来自埔州市警政方面的消息。台南市八名黑道的兄弟，顶个月炸掉某年的突击步枪，误弄埔州市某一间民宅。埔州警分局协报巡线追查破案，带头炸掉当前的蒋姓男子多亡多日。在警方的出动之下，今仔日下晡出面到警分局来投案，一口气交出九支长底某年以及改造枪，火力强大，和警方行一条，正亲自追查枪击的来源，送鉴定，进一步调查。是不是有犯其他的刑案？警方讲，处在伫台南新野区的蒋姓兄弟甲串姓男子，日前到埔州市某一个小食部饮酒，饮酒了后双方口角，结果扑到串姓男子的头部伤势严重。22号透早到台南咸水区某一个小食部找蒋姓兄弟，误伤人伫小食部的蒋姓兄弟同行的朋友。同天暗时，蒋姓男子另外找六名朋友，分别持棍棒甲枪械到埔州巡守，有人则偷。及步枪、甲散弹枪、散误弄某一间民宅，调阅相关入口商家监视器监录影像，并于次日23日18时45分以及这一个20时30分左右，那行宪在台南市新营区拘获犯嫌共5人到案，并取出犯案的枪支1把、子弹15发，前案依违反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。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当中。警方透过地方人士出动，联络蒋姓兄弟。下晡，蒋姓兄弟摕到手挂袋啊，总共交出9支长底枪，其中3支底枪改造，6支长底枪模拟枪，包括警方监视器画面摄到卡弹的 M4 冲锋枪。蒋姓男子供称，当时要找外号叫做丸仔的男子，结果破主有2个丸仔，打探错误地址，才会误弄民宅，才会向当事人讲歹势。当天只有伊在场，小弟无参与犯案。新闻，中来新埔州市采访报道。